爵士两老还在用掀盖式手机取至马龙老婆 Instagram。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前 NBA 球星马龙 Karl Malone 的老婆今天到场观看美式足球赛。她在个人 Instagram 动态上贴出一段有趣的画面，并写下 "Their flip phones, Karl and John." 原来是当年的犹他双煞马龙和史塔克顿 John Stockton 手上握着的居然是掀盖手机。 马龙和史塔克顿是当年爵士的两大传奇，他们联手带领爵士连续18年打进季后赛，并在1997年赢得队史第一座西区冠军奖杯，也成为当年乔丹 Michael Jordan 领军的公牛队最强的敌人。虽然两人最终都未能摘下 NBA 冠军戒指，但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，也都入选 NBA 50大巨星。 两人先后于1984、1985年加盟爵士，54岁的马龙生涯为爵士效力18个赛季，平均出赛37、3分钟得到25、4分持、2篮板3、5助攻的惊人成绩。55岁的史塔克顿则于爵士奉献19个赛季，场均31、8分钟拿下13、1分2。 7篮板10、5助攻的表现，前犹他双煞马龙佐和史塔克顿取至网络。